是我比较帅吧。即将崛起，都很帅，都很帅。我感觉现在还不到最终时刻，我还能看一下你的表现。他死了都能输出的，啊、死了都能输出。姐，你看他都不扛塔的，你扛下塔，我不就不死了吗？我凭什么给你扛塔呀？你俩在比赛呀？我俩比赛，我凭什么给你扛塔呀？凭什么？你给个理由，凭什么？就你是前排呀，你为什么不扛塔呀？那你死了还有被动呢，你死了不挺好的吗？还能打点伤害，保 KDA 呀、啊。啊，想起来，我溜了，好像都有道理。回家一下，反正我只看人头谁多、啊。对啊，反正这个也是夜魔多哎，夜魔多太多一点。夜魔，番茄多拿一点。我厉害对，啊不行，你看他这个人就自私，你知道吧？他不给我，不给我扛塔，我还得给你扛。咱俩打比赛，我还得也给你扛扛塔，你有病吧？你没事。你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说去上路帮你呢，你咋不说呢？你帮了吗？第一你没帮，第二呢，我也不需要你帮，好吗？是你不让我去，我才不去的。没说我又没说我不去。对啊，我肯定不能让你来啊，对吧？你来了，到时候又开始说了，哎，我都帮你了，坏了，我被卡位了。啊！你怎么卡里面？我卡在里面了。我毙了！操作真不行，他能让柱子卡在那儿。哎哎哎！还行，他死了，他死了就行。现在你们还是一样。哇！我差点人没了。别推呀！别推呀！加油！王者之拉。劈！哇！劈！劈！西镇舵手好帅呀！啊！跑，太能跑了，这个太能跑。我闪一点啊！不然别人算是不记住人头的。那好浪的，我看你看他就卖我，他就卖我，我去帮他，他给我卖了。我看他被卡在柱子里，我寻思我去帮帮他，结果我去帮他，他给我卖了。肯定得卖你。没事没事。反正这个表演赛嘛，表演赛还是关乎到我跟西西的选择，我们俩选你。那姐，我要推塔吗？嗯，多杀几个，看看多杀几个嘛。哦，行。杀到那边没时间出来。好嘞。老板。我好凶啊！哎呀，哎呀哎呀！愤怒核心。死战不休。多刷一点，你看你们的比分，现在差三颗了。姐，我本来我是优势，你知道的。他卖我，我去帮他，他卖我。这个翠地沙老板人还是挺不错的，也是杭州的。差不多。这次比赛说他们打，现在杀也没用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反正第一版表演赛这个也不计入你们那个最终成绩，对呀、啊、主要还是我们俩看你们的实力，你们继续杀吧。实力为准嘛，感觉你们俩实力真的不相上下，能进到现在就是二十二里面还是很强的。对呀、啊、哎，杀起来啊！哇，有一种还行，走吧。好厉害啊。嗯，你们要觉得杀差不多的话也可以推，因为感觉你们这个人都比咬的也很紧。行，那姐你刚才说不推的，那五十四我毙了也能推，也可以推。行行行，就想看你们多杀几个，多表现一下嘛，就多表现一下呗。赶紧推了吧，赶紧推。姐快跑快跑。姐，那也行，我现在没活了，我就去救你。姐快跑，我来了我来了，我来救你。杀他杀他，你变羊魔摸摸摸皮，漂亮！后期比刚好拿。你赶紧推了啊！赶快推！别推了，我们才正式比赛还在选那个、啊、选手，对不对？嘿，姐妹你也推，行。那我就推了，那我就推了。我感觉我心里有数了，我已经看出来谁是最牛的那个。哦。哎呦，好的。像你心里有数，没有。他
切八，快切八！哎呀，最后的人头数。哎呦，操了！还行还行。这大嘴也挺挺。哎，我能不死那两波，真的，我肯定比他人头多。对喽，对喽。但你前面一直是领先的。嗯，对。对对，领先你。看看啊。来了。必须得领先。杀五颗哎。还行，领先他还行。嗯。哎呀。那你们等一下认真打哦。对啊，那你们等一下认真打呢。正式比赛开始。吗？我。对呀。我的打法比较，我不太喜欢推塔，我的打法啊，当然是我个人的打法。反正我是不可能让你们有机会反超的，你怎么不反超啊？当然是我个人的打法。哎，姐没事，你这把看我发挥就完了。姐，放心放心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欢迎来到，就是夜魔是吧？啊，夜魔，对，黄忠的，对。反正你在上路是吧？对对对。我看好你，我会时刻盯着你的。哦，你玩维鲁斯是吧？行。维鲁斯杀人多。行，那看谁那看谁杀的多呗，看谁杀的多，行吗？哎呀，你这英雄前面不行啊，哥们儿。是吗？我这英雄前面不行吗？我不觉得呀。那你前面不能输呢？我不觉得我这英雄前面不行啊。可是他前面比较强啊。说那么多都没有用，看谁先杀人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比谁先杀人啊？谁先杀人？你比结果，咱不用谁杀的快没有用，比结果，懂吗？加油！我们得这人头不关，不仅关乎你们。也关乎我们，那我也不能输嘛，对不？你看，我看一下这英雄主什么副什么的啊。反正夜魔谨慎一点啦，现在正式比赛开始啦，对吧？男枪中的。哎呀，我吐！哎呀，姐没事，你姐你看我上路，很痛啊！我这瑞斯连兵线都看不了。哥们，你什么想啊？你怎么在中路？他连兵线都闻不了，经验都闻不到。吐！中单还在那和平补刀呢，你看我压着他。哎，别闪了，哥们儿，来跟我打。啊！小心啊，夜魔。吐！哎，这位置不跟你对线，你怎么杀他呀？啊吐！插个小眼。不要被打哦，夜魔。姐，放心，放心。嗯，他连经验都闻不了。肯定闻得了。你的对线实力，我相信你，好吧，前锋王者，我相信你，番茄。加油加油！我都三级了，这对面这个瑞兹才两级。是不是要拿下了？杀！哇，牛批呀、啊！不愧是我选的人，不愧是我选的人。哥们，行不行？你在中路跟人和平发育啊？我上路杀人了，哥们儿。啊，你看他拿头了，真厉害！哥们儿，你别不说话呀？怎么了？你管我说不说话呀？哎、我拿一个人头你就自闭了？嗯？你脑子有？你看我自闭了？我没自闭啊。是我你怎么不说话了呢？你看我一血的拿到了，你管我说不说话呀？不会吧？犟嘴就嘴硬，就是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怎么有人让人单杀了呀？不会吧？啊？怎么有人被人单杀了呀？点上点。哎，我这个眼光还是可以的呀，嘻嘻，好挑的。操，这男枪吗？姐，我就跟你说，你的眼光就不可能会差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声音好听，选的也好。对对对，这男好，这男枪没有蓝了。夜魔，我们顶上他，我们反超他们。真的，我随便选一个就能选到这么厉害的。嗯哼，我这看男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呀。
我要黄，没错。加油，番茄！不会吧？不会的，哥们儿怎么让人单杀了呀，哥们儿？说男枪，我还没蓝呢，结果插个眼。幸亏我没选夜魔。哎，选我就选对了，姐。我也觉得我选对了，番茄，你没有让我失望。嗯，那很棒。牛！你敢跟我哎？你敢跟我拼啊？你敢跟我打？升级了我的 Q， 我的 Q 升级了。那也是夜魔给你选择权。死！姐，我杀两个了，姐。牛呀！最后受伤的是我啊！帅不帅，姐？太帅了，不愧是你，番茄。我就看好你，我就觉得你能行。看我们中路哥们还跟人和平发育呢，怎么了哥们儿？能不能杀人了？我都杀两个了。得亏我只有你们两个啊！相信你。没错。所以现在受伤的只有我是吗？就我最倒霉啊！哎呀，零杠一，办法喽。不慌，领先你了哟。不慌，偷发育啊。没办法，不慌。如果夜魔给你选择权，你不选他啊？那我夜魔现在有点难受，现在就是让夜魔就把选择权给我了呢，对不对？夜魔起了呀，姐妹。夜魔刚才给他伤心了，现在的话有点。我没选夜魔，选了他说这个话不开心了。不会吧？怎么有人让人压到塔下，根本都不敢出塔呀，哥们儿？什么叫得亏没选我？他这话说的很难受。可怜的我，叫剑魔。哎呀，不会吧？剑魔，打出实力来！六分钟了，还没有投吧？我溜了，我溜了，回家了。没办法，有人菜啊。西西姐，不用着急。我这英雄的话，后期很厉害，前面的话有点失误了。对，我信你，阿妈。不会吧，不会，怎么有人让人一直在压在塔下呀，哥们儿，能不能出来让我看看？姐，你现在只能信我了，咱俩现在被迫分到一组了，你只能信我了。对，我只能信你了，所以你拿出实力来。回家了，男枪五十八就摆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姐选择我，男枪五十八，我五十三，我的运气，知道吗？哎，对。我的眼睛就是尺，我能看到你的细节，知道吧？小飞龙，对对，就你看了的眼光最准，就我。那事实证明，我看的眼光就是准呀。哎呀，都领先你们两个了。看起来又杀人了，姐。这个男枪、哎、是三个了，哎、有点东西的。说领先就领先，我得赶紧叠 Q 给 Q 叠起来。我帅吧？赶紧叠 Q， 赶紧叠 Q， 不要慌，急不了，急的话也没用。好像是难墙渡层的，有点不会有人连渡层见都没见到吧？我这哥们儿好像连塔都没出过呀，怎么回事？没关系，别骂了，别骂了，我看他也挺努力的。番茄，你别骂他了。不会吧？怎么有人连对面的防御塔都没见过呀？我攻击距离比较好。夜魔，我们谨慎点。这个杀人真的好过分！你看夜魔把那个选择权给你啊，你还不选他？哎呀，那我跟他一组。杀你！那我给他给我选择权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也看好我，他觉得我的实力也很优秀。可是我一开始也很看好番茄啊，对。吸了我的眼光，代表了很想打番茄，好起来了。极限拉扯，这个屌毛男枪，难受。必须要用我的细节来操作，没关系。必须用我的操作来操作他喽，兄弟。反正我肯定努力是没有用的，天赋实力你知道吗？不是你努力就能弥补的。回家了，天赋实力。你在狗叫什么呀？我看、啊、我现在也一个头了。谁狗叫？你就一个，你才一个头，我都三个头了。你三个头怎么了？什么叫实力？也没看出来你有实力啊，没看出来啊。我领先你这么多，还看不出来我实力？哎呦，领先只是暂时的嘛。你看上一把你不也领先了吗？后面不被我反超了吗？对吧？
你能巩固你的领先，是你我服 你，别被我反超了啊！反超不可能，别被我超了，等一下啊！实力不行就是实力不行，知道吗？不要犟嘴，不要嘴硬。你说我实力不行，我就不行。这不明摆了吗？我四个人头了，你才一个。姐，我来下了，西西姐，我来下路了。你帮我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求求你啊，你快超了我了，行不行？天哪！人家来下路。哦，他不就上下路拿一个人头吗？啊！吓尿了。人家拿俩了，加油啊、哦，番茄，不要被超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姐，你放心吧。这打野不是怎么回事？你紧撑点，拿哈兰头，我帮你上上盾。不是你中单人走了，你不说一声是不是，哥们儿？我吐啊！1000块干个了、我不说呀，我凭什么跟你说呀？哎、上来了，我凭什么跟你说？哥们儿，你中路人不见了，你不跟我讲一声是不是？不讲啊，不会发是吧？问号不会扣，不会啊。凭什么跟你喝？你们看，要摸你干什么来下路呀？你是不是来恶心我的？我来下路拿头呀，得拿一下头。姐，你看呐，他中路人不见了，他都不说，他就往下楼跑。我得多拿头了，就捡就硬捡、哎。他来下路收人头，我觉得很有压力啊。你就领先他一个，还差一个吗？不说是吧？行，不说就别怪我了。不说，肯定不说呀，凭什么说呀？行，来，夜魔来，中路有人头，快拿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啊，我死不是吧？快快拿头！哎呀，没事，姐，我也拿一个，姐。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。哇，谢谢啊！哎，姐。哎呀，谢谢啊！哎呀，夜魔你。持平硬 K 啊，姐，这人头，你俩都一样了，头。没事，姐，没事，姐，我是维鲁斯，我还能拿，还能拿，我还能接着杀。插个眼。好棒哦，夜魔，那你再多杀一点。哟，奶奶。来来，这边还有一颗草。飞龙在天。打他，夜魔打他。哎呀呀呀呀！哎，可惜了。哎呀呀，哎，哎呀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问题不大。嗯哼。多发育，多拿一点人头。回家。现在中路很多。走走走。二姐，你看我怎么操作他们就完了。我现在听到他俩说话我就烦。啊，番茄，你能不能加加油啊，番茄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超过他了。三个人确实有点压力，没事没事，你看我操作，看我怎么操作。我不是在这保护你，你能不能杀？哎，你跟我打？哎，你们敢跟我打是不是？哎，天哪！姐套有盾吗？姐没有。有大招吗？你别死，你杀一个。啊！漂亮，这都不死吗？这他妈的不死，帅不帅，姐？番茄，你太牛了，番茄！我就知道我的选择，贝恩，来人了！我走了，我好好死！哎，该我了！哎呀，我刚说的我的选择没有错，你就不能多杀两个？没事没事，姐，他有时间长着呢，你看我在后面再杀。我这个，我们两个二v四杀了两个，已经很不错了，姐，真的。我去下了，我去下了。必须得发育，姐，我继续发育啊！嗯，哼，你还能发育？你也不看看，我们领先几个？那个西西姐，我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就是你给对面送点头就行了，可以吧？好，因为我这是后期，到时候对面点了就追不上了。那肯定是没问题。对，来，多杀一点。好嘞。他后期英雄能不能到后期呀、啊？那肯定看你没事，姐，你就听他吹吧。那肯定能到后期呀，不到后期玩什么后期英雄呢？追不上我的，放心吧。哎，看不见了。哎，是谁的？上、哎！又来了，又来了。
一波的，哎呦，番茄，再次一波，耶！姐，你看我全打残了，全让他收了，姐，都是我打残的。我只看人头啊！姐，这一波四杀，瞬间就好起来了。那夜魔真的不会约号上吗？姐反超三个，姐反超三个，西西姐，一下子反超三个了。好吗？好。你给我保证一下嘛，你再确定一下。确定啥？你再跟我确定，你确定你不会被反杀，我就去送头，真的。不会不会，姐，不会，你送，你赶紧送。送我现在已经反超了，反超三个了。你别让他有后期，我真服了。我得多拿点头了。我，因为我的对手不仅是他，还有其他人，因为其他人也在比赛。番茄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姐，我来了。快来杀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一波很帅啊，这一波。我回家，你跟我打，好，好，他死了。番茄 ，OK， 姐，这人太多了。你瞅瞅现在这个人头比，哎呀，还行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。你差人家三个，好。姐，没事，姐，没事。姐，我们现在领先他了，我们现在领先他。能发挥？没用的，我先让你两个。先让我呀，行呗。让你三个。不就比我多三个啊？你这叫让呢？你怎么可以让呢？你当着老板的面说让啊？老板好，你看，你这话说的。你们今天22-18，你们自己不想要人头的？对，你这不光关乎着我的输赢啊，也关乎着你自己晋级啊。Triple kill， 我知道，姐，没事。好起来了，哼。那你多拿点人头啊！好起来，不能打脸，太牛逼吹的，好起来了，还有后期的，又要后期又要好起来了。能不能行？14个，嗯，加大力度啊，兄弟们，加大力度了啊！好棒！哇，那一波四杀直接起飞了，那一波四杀。姐，你等我再发育一会儿，我再发育一下。那一波四杀真起来了。现在跟他们人太多了，我现在杀不了。赶紧发育！我们的目标是拿五杀，现在。咱们的目标是五杀，而不是他。他是我其中一个对手，我们还有其他对手。对不对？我们争取每一期拿点名次什么的，可不可以？兄弟们，多吃一点，多发育。咱必须让兄弟们看我直播，必须得整点那个牌面什么的。我在，姐，没事打。我现在不怕他拿五杀，他现在拿五杀就是帮我拿。拉扯一下，拉扯。所以说，我不是特别怕。拉扯一下，没事，我能杀。我先发育。我能杀，没事。啊！五杀。最好拿五杀，给我死！拿四杀，这还有一个，让他拿，我几宝开他，让他拿，翻倍五杀，翻倍！啊！不要！死！哎！哎呀！你怎么不拿五杀呀？看不到，你怎么不拿五杀呀？哎呀！别叫吗？你怎么不拿五杀呀？他隐身了，你看不见是不是？哎，他隐身我怎么挨他？是的，我真服了。我们追回来一点了。追回来一点了，哎，你怎么不拿五杀呀？真的，我真服了。姐怎么样？这波操作挺帅的吧？你不用听他瞎说，没事。很帅，我看好你，我觉得我们追上来了。我相信你们。这波没拿五杀，姐送，姐送人头。拿，我来上，差点，加油！对，好。不拿，我操！你不拿五杀，你这真的。不是，他隐身了，我拿什么看呢？我能看到他吗？不知道你是在说什么。你这个，回家一下。没事，姐，你看我操作就完了。哎呀，刚才得亏，哎，没给他翻倍就好了。妈的，没翻倍，我真服了。哎，这路，装，这不聊闲吗？喜欢跟我操作。来拉扯，拉扯，怎么样，姐，帅不帅？给你报仇了，姐。不用慌，我这英雄完全不慌他的。好，你啊，你怎么样？我这阿闪帅不帅？你在说话呀？你在说呀？夜魔，你在说呀？这拿不拿五杀？真不知道他在叫什么啊？前中期拿几个人头，捡几个人头，没事啊。这哎装起来了，哎你怎么没拿五杀呀？不会吧？哎我拿五杀了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
是有人要 K 头吧？姐赶紧送吧，西西姐，西西姐赶紧送吧，西西姐，五杀翻倍了。哎呀，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，哥们儿，我拿五杀了吧，怎么办？天哪，好呀，可以啊，太棒了，番茄！我跟你说，你选的就是对，选我就是对了。太棒了吧，番茄！没事，姐，送人头，姐，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，送点人头可以吗？嗯，好吧，这样呢？你看他们都反超了，反超了吗？我拿人头，我现在追，你拿啥追呀、啊，哥们儿？骑自行车追啊！他回家了，姐姐看好了，别眨眼，这一波别眨眼。别眨眼，你也拿呀！哎呦！哎！怎么跑了呀？了了我没眨眼，你怎么走了呀？你别跑啊！哎！什么？反超？不是，姐反超，反超。拿五杀。两个五杀三倍，是我来姐三倍了啊！夜魔，你为什么我这波不该来的？番茄身边呀，你为什么啊？挺好的，谢谢你啊！我反超了，我反超了，谢谢你给我拿。你在开头是不是？谢谢你给我拿那个翻倍啊！谢谢你啊！我反超了。现在出发两次彩蛋了，两次彩蛋，现在是差三个头，我们要。谢谢啊！好强啊，夜魔，真的假的？差十二个啦！必须的，姐，必须的。姐，差十二个，三倍，回家。谢谢你啊！谢谢你帮我拿个。你能别叫吗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在前面输出，你在后面剪头是不是？三倍啊！剪头。哎！谁剪头啊？哎！我出个啥呢？我都不知道出啥了，随便出吧。他死了，好起来了。嗯，结果被烟雾弹了，我看不见了，哎，输出不了。飞龙在天，不是啊，他又拿人头。对，哇，哦，五杀，他又拿五杀了。谢谢帮忙拿的五杀，谢谢你，人还挺好的。谢谢番茄，谢谢你。人真好。嗯，你现在就确定是我帮你帮我拿的翻倍，还是我帮你拿？那希望你追上我呗。你，现在是四倍了，是吧？就是你现在就这么确定是我帮你拿的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那你超过吗？那你超别急啊。那你超过我就行了吗？你超过我就行了吗？慢慢来。不要慢慢来，番茄，快点！我在，来了，发下路，我带下路发育，发力，这来了。我是看你厉害才选你的，你不要丢我脸啊！哎，这么多人。没事，姐能操作。天哪！回家。我真服了。这阿拉夫开大把我大招抵消了，哎，烦死了！他们不会打大龙去了吧？夜魔，你看，还给我们加一倍，你这让我怎么赢啊？姐，送！现在已经没事，姐，别急，还有机会。现在已经是我的强势期了。没事，姐。你这都差八个了，不止八个，翻倍了，翻了四倍吧，三倍。哎呦，四倍啊，三个五杀四倍。你看，对啊，你看夜魔，若刚没有番茄的五杀，那我还少一倍呢，你看看，真开心。哎呀，哎呀，小耳朵。嗯，没事，姐，我来了，可以打。我先了。我要上你身，你给我杀，给我反杀！来了，姐，杀！哎呀，你连这个都拿不到吗？二十八个，他这个英雄，他 Q 技能是斩杀，有点抢，不是？烟雾弹，哎呦，
怎么了？别一直死呀，带着老板一直死。嗯，不，你看不到我怎么死的，是不是？你带着老板一直死，那我就要发力了。妈的，哎，番茄，现在一个人头就400点了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你就算死，你要拿一个人头，你再死好不好？不是姐，我刚才被他烟雾弹了，我看不见。这对面英雄 counter 我，交闪了。姐送送送，姐送送送。好，我送。对对，你看。他还给我们加一倍，我刚才担心说没有番茄的53还少一倍，你看多开心啊！来来来，拿我！别急别急，你这么就确定？番茄，给人家开嘻嘻开心的番茄啊！番茄，好好先生呢？五伤，你好好先生。有没有机会？哎，能不能别说话了，哎、烦死了！男枪人呢？你看，他还给我们一个翻倍，好赞哦！姐妹，你看的眼光真超准的，真的。我眼光当然好啦，哦，那当然，翻倍耶，好香啊、哦哎！天哪，操作起来，番茄。超眼。不是姐，对面英雄真扛着我，他们一个烟雾弹，一个不可控制。你现在拿不到头了，你刚才干嘛要拿那个五杀呢？死了。翻倍。好，这个不死。还给他们翻倍。谢谢。我也没想到是这样的。谢谢，谢谢番茄，你好棒啊、哦！现在亏死了。能不能别说话了？能不能好好玩游戏啊？姐我得毙了，还是差好多啊！姐我得毙了，哟，草里有个奥拉夫，擦肩而过，我毙了。操作，啊，嗯，操作，来，你再开大，你再开大，有机会，我天哪！没事，姐，我们还有机会。我们现在差10个头，一个头。没事，没事，姐，还有机会。我真的我要高血压了，你要继续这样一直努力行吗？32个头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姐我也好起来了，我这装备也做起来了，我接不住。22个头，没事。嗯，别算了，别算了，哥们儿，马上就超过你了，别跟那说，现在没有用，十个乘四，你先超过他吧，40，给他算，我电摩算给他听，嘿嘿，嗯，好棒，操作夜魔哥哥，别在那说那么多话了，啊，天哪，十个，亏我刚才还选你，还不选夜魔，他还给我选择权，我真会死，这嘴脸，不是姐，还有机会，你先别着急，行不行？表现起来啊！吹气！快点，我们多打一点夜魔，你的名次，我们多打一点，一点。得找机会。选拔帅，你的名次多打一点，我的面子，单头数多一点。就是很烦啊！带线是吧？吹气！我去给你送团，多打一点夜魔。唉。看人家在吹气，后期英雄送头，我都不敢送，追一下他，我得保护你。我没事，姐，你也去送，姐，你我也能塞，真的。吹气，能拿能拿能拿，我马上就给他们全杀完。太恶心了。没事，姐。啊！你不是说让我送？哎，杀我老板！我。嗯。好好好，番茄。他们现在开始分带了，不抱团了，现在。这不杀他吗？哎，差一点儿。你还会自己打？哎，哎吹气！哎，龙来了！这怎么有个露露？打打打！夜魔，你吐他！为我打人头啊！你还为自己打、啊？你不想进选拔赛啦？嗯，姐，那肯定他们不出来没办法呀，他们不出来呀。我想等他死了我再杀。但他有个猫。啊！我想等他死了我再杀。都是借口，都是借口。透他，透他，说话了，好不好？透他，夜魔。高手不看后。好棒！你，这是谁家的？是我家的夜魔哥哥。咦，别嚣张啊！吹气。好赞。没事，姐，我再拿2波5杀就能杀回来。你还拿5杀？都几倍了？
四倍了，你要不就给我没事没事没事回家，追上来了再去拿你的屠杀。嗯，哥们儿，你再不让你老板送你就追不上了，他这把就输了啊，这把被再不让你老板送 你没机会了，懂不懂？别叫别叫啊，要么咱俩都别靠老板呗，咱就靠自己杀。我肯定靠自己杀，我没靠老板。老板你看我帅不帅，杀完别急，我跟你说急什么，领先那么两个人头就开始急上了、啊、我不急了。不会吧不会吧，怎么有人着急了呀？我肯定不急，我急啥了？吹气不急就行、你怎么老拉龙干啥呀？怎么玩个人头局怎么老是拉龙干啥？就是呀，番茄我真的看不懂、啊、对面有 龙魂了，你会不会看看你差人家多少啊？换他换他，来我再姐我也杀人了，看到吗？他现在38个，你才26个，一人一个很公平吗？我要你全拿了，插个眼、等他起来。现在他们杀的，现在杀了对面复活的太慢了，懂我的意思吧？还想虐拳这人啊，还想虐拳。哎，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我闭了。后台后台后台，吹气没事姐，接着送，我能追我能追，我还能杀，没事走。别走啊，你怎么走，你走干嘛？40个头，现在他26，31分钟40个，31分钟40个，现在我不知道。开心，你等一下活了，你直接找机会啊！你看他远远的输出，你老凑让人凑到人眼前去，啊，番茄。没事姐，没事姐，我伤害高，我伤害高，主要是烧掉。漂亮，双杀，先避，赶紧避，赶紧回家。饮血剑来一个，我们现在抄他，我们现在拿头速度不挺快的吗？我不知道。没事姐，我也六神了。他现在怎么追我？我现在领先他挺多的。我给你报，而且这一把4倍，咱们一定得把握一下。你去打野干什么？你去打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没事没事，我给你报仇姐，杀了。哎，烟雾弹。对面越肥越好，烦死了。对面越肥越好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别跑啊，路！我不想我先杀你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想等他先死了我再杀吗？因为我先杀了，也怪了，我得发育一下姐。我现在都快差了20个头了，你知道20个翻4倍是多少吗？没没没，我说了你给我掏啊！别急别急姐，操，杀他呀！又杀一个嘛，慢慢来慢慢来。我等他死了我再杀。来来来，他们来了夜魔，我去人家脸上。我想出 AP 的了。大招是 AD 的 AP。刷个石头人，然后回家把鞋卖了，再换个装备出来就没问题了。来，他们，嗯。我的天哪！来打他。等他出来，等他出来。啊，这真的有点硬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多杀一点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对姐在这勾引，哎他哎这有视野吗？瞧不过我的、啊、飞进来，我斩杀的他不可能，我能抢他有位移姐，我能抢得过我、我真的觉得选你真的是个错误呀，他还给我选择权我还选你。不是这就后悔了，这个人这他妈就是你的选择姐妹，差17个了，4倍啊！真给我浪费了这个选择权、啊，我现在感觉就是选择权给我就是浪费，选一个番茄，真幸福。姐妹，是时候配个眼镜了。插个眼、嗯。谢谢姐妹。反正就是番茄太会花言巧语了。
实力不行，看出来了。没有姐，我玩的挺好的，是吧？他们英雄我都太克制我了，妈的！我杀一个。三十伤。哎呦！走了，回家。三十伤。他现在29个，我48个。哎，对面怎么这么装备不起来啊？装备起来，他这种没有位移的怎么活呀？打架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活。我那个他随便死的，卡莎随便切他的。夜魔版选择权到那时候给西西就好了呀，西西肯定选。我想那个卡莎起来给他切死。嗯，没事，我还有机会。老板，怎么有机会？你认真点呀！你现在是有机会，你别今天输了比赛被淘汰，我输个人头，我们俩难兄难弟就搞笑了。我还选你。48个，姐，你别急，你别急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还能刷，还能打。我看看啊，装，妈的，卡莎怎么打不过他？还能打？姐，你得赶紧多充点头，让对面把他杀了，懂吗？我在主力跑了。对，真的，我在努力反抗。你看这对面，你看这对面，你看奥拉夫走到脸上给他送了。姐，我杀4个，姐，我又杀4个。嗯，你别，哎呦，没事，姐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杀呀，你看看，48，你哎，我看到人了，有机会吗？真的有机会？你抢得到我？哎，抢过，抢得过我吗？你抢不过的，我毙了，吸口血，抢不过我。夜魔，真赞，我干赞啊你，好棒啊！不是姐，真不是我的问题，他这英雄他 K 头能力强。吸血不回家了，多吸一点，多吸，快点，多吸一点，多看一点。好，很好。你不回家，我要抢人头了，我现在就抢。我来了，我要抢人头了，我要抢人头了。你都抢我一局人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抢人头了，我抢人头了，我抢你头。怎么有人这么嚣张啊？番茄，你就让他这么嚣张吗？破龙来了！他们英雄，哎，就是坑的我吹气，坑的奥拉夫，控的就你死。操，可惜。不是，你干嘛呢，哥们儿？没事，没事。就猛猛拿是不是？那肯定猛猛拿呀。真服了，你看人家表现。我选你了，你能不能争气点啊？不是姐，他就上来，他就猛猛 K 头，他不输出，就看在我，就看我在那打。本来就是人头局，那你怎么不 K 几个呀？他那个英雄呢，就是 K 头，这男枪伤害很高啊！我想出个蓝盾，3700，我把蓝德里卖了。出吧。啊？出吧出吧，多杀几个。出呗。那出啥呀？出那个青羽哦，青羽得买一个，得买个青羽，打不动人了。再多杀一点夜魔，你让你的那个人头数才高的吧？晋级啊，名次高一点，多杀一点。再杀再杀。好开心啊！我杀我杀我杀！啊！玩不玩啊？怎么了呀？咋了呀？你能不能别开了？那。就猛猛 K 头呗，那我在前面输出，你就给后面一个 Q 全收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不让人怎么还不让人拿头的你？伤害这套伤害不是你要不你下播你在前面输出行不行？凭啥？我在后面捡，凭什么呀？那你怎么你波波在后面捡人头是不是？那不为什么你波波在那个前面呢？自己往前面走怪谁呀、啊？好棒啊！我继续得叠被动，伤害现在不高。你他妈的，你是不是？你刚刚说你22晋级，人家说出呗，还虚呗。我看怎么不像啊？你这骗人的呀！你们是不是换厅了呀？你们确实比他前面呢。换上厅了。我真的服了。但他选这个英雄，他就在我后面 K 头啊！我在前面输出，他在后面猛猛 K 头、啊。我这个装备伤害不是很高呀、啊，得换个装备了。你都 K 不到他的头，你来干嘛的呀？你过来等着被淘汰的是不是？不是。姐，你先出啥呀？没法冷静，
现在你们俩已经差距到二十一个了，都快二十。我真服了，我都法系的厉害，四倍啊！我出过法系的呗，能不能行啊？好，我有斩杀，他抢不过。你看，他又在 K 啊！能不能玩了？你远点吗？我真服了，那你怎么 K 不过他呀？他的英雄带斩杀，他出个收集者，那怎么？青雨啊，怪上英雄了是吧？实力不够，怪上英雄了是吧？我就不该选死。你看姐，他就喂，这多帅啊！这个龙，这龙太帅了，不能再杀了，再杀对面点投降了。好不容易打四倍了，让他出出血。三天，南枪干他呀！南枪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哎，南枪敲他呀，南枪！是你终于兑现这个南枪，你能不能管管？哎，我兑现南枪把你杀了，我还能起来，我太强了。好了，差点没了，还行，57个了啊，加四倍啊！不是姐，你看他，我们在前面打完他，打完了以后他跑出来收人头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让我看什么？你喊什么？现在是你在帮我打人头赛呀，你怎么不努努力啊？你告老师呗。哇，我真的后悔死了选你，真的有点表现、这个某些人不是说后期英雄不厉害吗？我觉得挺厉害的。确实呀，后期英雄挺厉害的、说实话。别叫了别叫了，能不能别叫了？哎，你刚才你家陪玩声音还挺好听的，怎么现在开始急了？谁急了？刚才还是玉面书生的声音呢，讲的小奶狗的声音，怎么一下子变成大藏獒了？嗯、好香啊！都三点啊？番茄追不上了吗？能追能追，姐。哎，走人也上追是吗？我来，全让人收了。哎，我这没事。我拿两个，我拿两个。这姐，你看我输出也不低，那抢不过呀。那，这烦死了。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不是没有，他那英雄他就，赶紧拿头啊，赶紧的。我期待南枪一枪给你崩死，南枪。关键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要卡位晋级啊？啊，你22名，你是不是卡位晋级？哎，你看，漂亮。你要是输了，哎、你就是被淘汰。我远古巨龙，我毒吃。吃毒食，我选你，我第一把就四倍是吧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打远古巨龙了，嗯，哎呦，舒服舒服，太舒服了！姐，你别着急，别生气、啊。后期英雄也厉害，快点，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。啊，好快乐！你要是有夜魔这么厉害，我也不生气，我也很快乐。嗯，现在跟人家差四倍啊！你别夸我，我怕西西姐误会。你别夸我，真的。我没夸你。哦。烦死了。吹气。快点，小光，你留着呢，打他。吹气。天，他们打完。眼睛睁开。噔噔噔！没办法。能不能？好棒、哦！吹气。不追我选个什么破英雄维鲁斯呀、啊、好开心、哦、不是姐，我前面确实玩的挺厉害的，我把对面猛猛杀，他经验都闻不了，就是经验闻不了，所以人家离你远远的，你连头都没有。不是，主要是他这个男枪的，这男枪伤害又高，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免控制又隐身的，我这 A 也 A 不到，不像他有范围攻击，他随便打一个都有伤害，嗯，还能 K 头。你看这男枪，哎，哎呀，这都没给你杀了，那我来了啊！你看我飞，他两枪就给我打死了呀！我吹死你，死了！你看他根本都不需要操作的，那不挺好的吗？不用操作都能拿头，真的，那太好了。你说姐妹，不是一句名言吗？痴呆的深情都比草挺贱。你看，我不觉得这个多好啊，夜魔，你看，猛猛杀。萌萌男，觉得他好了，你刚刚不是还可惜吗？哎呀，刚刚是刚刚嘛，迟来的申请嘛，对不对？
喊的是再面多刷一点，来来来，番茄，我专注留人呢，快来，结束。姐送人头，送送送！姐姐我来了，出五速鞋给对面送，不然的话他们杀的还没我，这个你送的还没我杀的快呢。你连个瑞兹，这怎么伤害都起来了？你不是说瑞兹被你打的连经验都闻不到吗？他两个人，姐你，他两个人，他后面跟了个露露，他给他套盾回家，好好起来了，守塔了，我等对面五个人一起来。哪来的深情啊，我出了一身护甲，他魔抗，他打我的是魔法伤害，我想着挡别人，你看的，哎，根本都不需要操作他啊，好棒，好快乐，吹气，孩子，偷他死了，会呀、yeah. 没有，来偷他吹气、啊，漂亮耶、yeah! 他一点水平都没有、啊、他一点操作都不用，我真的不知不觉，你这你看看，你跟他差几个，出点 AP 吧、啊、你数数呢，出点 AP 吧，你数数呢，你能不能我阴血切换了，换个峡谷制造者试试强的、嗯、来 OK 这套装备试试强的，我来了，我打了，哎呦，我真服了维鲁斯，能不能行啊、哎？你死之前就不能把他带走吗？不是姐，我出护甲，我出护甲，他的两枪给我做掉了，得守塔了，姐不能送了，现在不能送了，得守一下了。全能吸血，死了。三十二个，你们现在差三十二个，这凭什么不死？三十二个，你让我拿什么？哎呦，我真，我是不是等不到你崛起了？不行，可能伤害有点低，我得出个，哎呀，得换个装备，青龙刀。青龙，我换个装备。没事的，姐妹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边还一颗，这边还一颗。无尽买不了。帮我，帮我。啊，完了，死了。偷他，要不要偷他？偷他，偷他，再偷一个，再偷一个，偷他，偷他，偷他，好棒、哦！你真服了，嗯，就看到再多三级，怎么伤害这么低呀、啊？偷他，真他妈服了，六十八。挺厉害的，哇，伤害好低啊！不会啦，哎，偷他 ！Q 兵 Q 兵，这是怎么早上的呀？你看，你死15次，怎么伤害这么低？人家拿69个，你拿35个。收集者换了，再多拿一点，你看你的分数就变高。不轻语试一下，妈没伤害呢。我不是说，夜晚真是要战。不能不能，姐肯定不能。放心放心，我还能追，我还能追，我还能杀人，真的。来，画家画家。我来我来。好啦。他死了。耶、你看，紧张，我告诉你哈，夜魔，好快乐。71个了，71个头了。怎么说？东东还有，哥们儿，你真的要这样吗，哥们儿？啊？啊？怎么了？来，我这烟狗。怎么了？想起。怎么了？不知道拿头啊？没有没有，那能还能不让你拿头吗？不让拿头，你的意思不让我拿头呗？嗯？死！Q 的层数还不够高，这追也追不上了呀，追也追不上，能追真能追，追也追不上，别急啊，多拿一点，多拿一点、啊、多拿点头、就是 Q 就是 Q， 怎么就让人家追成这个样子啊，反杀上来
不是姐，你也可能看到他那英雄，他不需要操作的，我在前面输出，他就搁后面 K 啊。那你为什么选个维鲁斯？啊？你不想要人头吗？你不想赢吗？赶紧多 Q 一下。你还来打谁能想到？我真看不下去了，你慢慢打。五杀拿不了，拿不到。哎呦，他又要拿五杀了。哎、你啥时候死啊？我等你死呢。你等谁死、啊？漂亮！阿德，阿德你死呢？吹气！哎，他一个电浆直接给我秒了。不会又要让人家拿上五杀了吧？打他，打他！姐，我拿远古巨龙，姐打打打，趁他死了赶紧拿远古巨龙。好，啊，来来打打打，多推一点，多推一点。来，发片发片。你说的夜魔， okay. 我们要不要当？正义魔人呐、啊，我们都杀一点人呐、啊，我们就都拿五杀这样子。那个，那我们去打人。五杀不是说拿就拿呀，对面不给机会怎么拿五杀呀？那肯定他们要给呢。对呀、啊，对面不给机会拿不了，对面现在不抱团，我拿不了五杀。得找个机会才有机会拿五杀，对面不给机会现在。对，姐你勾引，好，我来了，我吹气。我勾引的，你看，吹气，来，嘟，你看五杀，嘟，你看来那个。他死了。五杀，哪有那么好拿哟？姐，那么好拿，早就拿五杀了。这一把三个五杀还可以了，你看对面不来啊。没事姐，没事姐，我们还能追，没事，你放心。吹气，这对我也很重要的。怎么放心？比如我们争霸赛对我也很重要的，你放心姐，我一定努力啊，别急。推他，努力，你实在不行你推坦呢。杀了姐，杀了。哎呦，越杀是越杀越多了，我想再追几个。这男枪有点慌的，男枪。你看这男枪有点慌。吹气。吹气，吐他，再多杀一点，吐他。哎、你看啊，我真服了，根本就他太能 K 了，你看他那个 Q 啊，好起来了。实在不行你退赛吧，我看你十八都别想进了。不是姐，怎么了？好起来了。哎，有什么用啊？我真服了，我选了个你有屁用啊？你现在你让我说多少个了？四倍，你自己算算呢。三个五杀确实是四倍，哎，有一个五杀还是他自己拿的，结果是帮咱们拿的，真的。没事没事，人家嘴脸。吹气。实在不行，你把水晶点了。哎呀，我这。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杀都让他杀了，你把水晶点了呢？赶紧结束吧。还救了你一命，怎么就抢着结束干啥呀？追一下嘛。结束吧，结束吧，姐，下一把，下一把。哎呀，玩不起了。这什么呀？我下一把帮你追回来，好吧？你别，你下一把，你这一把，你这一把追一个，相当于追四个。哎，漂亮，姐送，姐，那你也送，你也送。啊，我都差。来了，上，你多杀一点。啊，你也送，你也送，送你玩了，我回家，正好回家去。这瑞兹怎么伤害也这么高了？火炮不出火炮没格子了，没格子。你们说把这个换火炮是吧？没有姐，我也六神了，都是六神，这怎么都是六神？这瑞兹伤害这么高呢？我面具感觉也挺强的，面具。你在玩什么啊？火炮也行，来个100%暴击。我试一下你们的建议。别生气，真的别急别急，我的手都出汗了吧。我还别急，感情这42层4不是你去掏是吧？你去掏一个试试，你生不生气？100%暴击加上我的狂妄，怎么说夜魔看能不能拿个80、100个。可以啊，可以啊姐，没问题啊。是你呢，加油！别拿了，别拿了，赶紧推了吧，行不行？推了。你就不能追他几个吗？我领先，我领先，我领先，为什么要推呀、啊？奇了怪了。我领先推不了一点。啊，好开心呢、哦！看这特别特，再推一点，来。
一个派克。不是姐，你看我一个也拿不到啊。哎，全这也是他的。哎呀，看不下去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他都杀84个了。四杀了，哎呀，可惜对面。来来来，野博，你真的好棒啊！等等，快下一个啊！还行吗？你真的是老六，神六。我怎么又成老六了？回家了，守一下塔。他前期玩的太阴了，我在前面输出他个后面哭哭抢头，现在他 Q 叠起来了，真没办法，抢不过他了。你是总有借口呀。我上路带一下，真不是借口。别找借口，哥们儿啊，别找借口，好吧？你不承认吗？你自己不。咱们现在是22强的人，怎么？今天必须得淘汰一点人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个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把你的头全抢了，你必须得淘汰。就真觉得你能淘汰我是吗？我的目标不在于拿多少头，我的目标是得抢你的头，给你头。我把你的头抢了，你就拿不了人头了，拿不了人头，你得淘汰，是吗？哎姐，我想推塔，他们也不让推啊，烦死了。推塔，好棒！哎，死！哎！啊，番茄，我真的看错你了，我真是浪费了一个选择权，我真是浪费了。你真的一点都对不起我。哎呀，多吓人啊！守塔，我给你投。兄弟们，11点维护，比如说我11点40-50。再开一把，那一把也算吧。他好像怪找你了。不会吧？偷他，嘻嘻爽了，我好快乐。偷他，加美了，超棒的，你就是一个老六。我他妈成老六了。你，啾啾。我他妈成老六了，超棒的。老六出动，欢迎野魔，老六出动。对，老六。姐，我不是老六，我是夜魔，别喊错名字啊。我是老六。姐，你刚才本来不想选我的，咱们俩是被迫合在一起的，好吧？可是后面选呢？后面选是很厉害的意思。后面选了也是被迫选的，你也不是那种心甘情愿的，只是看到我这把起来了。你开心了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就 Q 兵。那个姐，听说11点维护，那个姐，听说11点维护，我们11点之前再开一把也算的吧？不会中途停止吧？算的。哦。算的。哦，那就行，我怕中途那个不算，那停止了，那不太好。那就行。肯定算的，没问题。哎呀，番茄啊，别死了，别来了！哎呦，你这个技能坑的真的是，我老都比你会玩，我这服了。不是，姐，你看他又来 K 了，哎。你能不能别让他再杀了？你也不看看差几个头了。你看我在输出，他就在后面捡呢，我怎么办？你看，哎，哦，我就拿一个，哎，哎呀，你走啊！哦，飞龙，好帅啊，叶枫，你就是个老六，超棒的。好，你真要让他拿杀100个是吧？我是老六，你要让他杀100个，然后我赔付，啊，这么多是吗？啊，那怎么了呢？老六是啥意思呀？姐，他就在后面 K 啊，那我，哎。老六是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是推了还是怎么说？我们推了还是怎么说？要么确实是个老六，老六就搁后面捡。那个姐，你知道那个老六是骂人的吧？啊？他不是夸奖人的意思吗？不是夸奖的，老六就是夸人的，没事你夸他吧。老六不是我真的不知道耶，
那不是很厉害意思吗？就人家你杀了那对对对对对对，他老六太厉害了，这么急吗？这么急吗？我来，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嗯、老六应该是老厉害的意思啦，对吧？嘟嘟嘟嘟，然后老六这么想，他这么想推、哎，能不能让我推个塔呀？你就不想着杀一个吗？你怎么这样子？你是在抽他？姐没办法了，杀了杀了杀了！我拿的，你看看他，不需要操作的 EQ 人就死了，怎么玩啊？你还要晋级的呀？你忘记了吗？你俩真好，三杀三杀三杀，一个39杀，一个94杀，三杀三杀。姐，你别急，我会努力的，因为这个对我也很重要啊。这争霸赛对我也很重要的。感觉不到，感觉不到。现在五十，能不能拿个一百？能不能拿个一百杀？对呀、啊，那个一百头。哦，伤害真高。那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。OK。什么？96个？你39个番茄，我这啊，还行，96个加翻4倍。那个西西姐算算针头，西西姐，西西姐，好 ，OK， 还行吧，兄弟们，这一把4倍还行吧，还行吧。11点之前开一把都算，那行，我们现在还有时间，给大家先把福利给大家发了啊 ，OK。游戏玩得很开心，福利也不能少，好吧，我们给他发一根金条，50个的金条，好吧，参与范围全部水友 OK， 提交抽奖已经开启了啊，然后参与的方式很简单。